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, 我 是 Dan. 在Hyuna发文表示与Dan分手之后, 网络上就出现了一个伪造Dan的IG账号发的假消息截图, 表示Hyuna劈腿, 甚至还堕胎,而让Dan大怒, 并发文宣布提告了。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脑子有病的人在论坛上传的伪造图片。首先，他直接伪造了藤的IG账号留言，他隐瞒欺骗了我所有事情，与我交往的时候也偷偷的见了其他男生，也隐藏了孩子的存在，说是高中的时候暂时同居了，然后还说堕胎过，真的让我有遭到背叛的感觉，琐碎的谎言也很多，真的快要疯了。 好久没看到这么吃我饭没事做的废物了。 交往了6年分手的话，当事人会有多伤心，心有多累，还在伤口撒盐。你去，在这个截图被很多 YouTube 频道上传后，Dan亲自在 IG 发文了。大家好，我是 Dan， 我就不多说了。那个截图不是我写的内容，我会对那位传播虚假消息、卑鄙又可怜的人提告的。就算分手，对我来说他还是一样的珍贵，是我看过的人当中最真实、最帅的人。以后也会是我最爱的艺人。拜托，别这样活着，把珍贵的时间使用在好的地方吧。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，疯了吗？为什么造假这样的东西？看到说要提告，我还以为是什么酸言了，但这也太夸张了吧！这样造假伪造欺负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？疯了！我刚去看了一下这个频道，有300多个留言都是在相信、假装相信、吐槽圈呢，希望能连留言都提告。最近真的很多这种 IG 贴文造假，我的本命也遭遇了。拜托疯子们，不要欺负别人，赶紧去医院吧！去什么医院？直接去！一个人可以使用的精力是有限的，希望大家能使用在自己喜欢又有意义的地方。如果都是这样用在酸别人、 嘴别人、嫉妒别人身上的话，不觉得自己的人生很可怜吗？啊，对那些无脑的人说这些，也真的是噔噔噔噔噔。下个消息是，之前我们看过在 MMA 颁奖典礼。 除了五组歌手们之外，其他歌手们都是对嘴的消息。但是 JTBC 电台独家报道了稍微不一样的内容。根据 JTBC 电台拿到的2022MMA资料，BO NIP MELOMONS 10cm MONSTAX 임영웅等6组是使用 MR 开麦进行了舞台，而 IVE 的话 ，EPTALIKE 是使用了 LIVE AR， 但是 LOBDIVE 是使用了 LOBE MR 进行了舞台。YOJAID 也是一样，TOMBOY 是 LIVE AR， 但 NUDE 是使用了 LIVE AR 进行了舞台，而舞台中间出现的所有的 RAP 也是开麦清唱的。